唧唧歪歪的大冤种。怎么了？那谁叫你下回学取快递的时候不一起拿上来的？我哪知道？我就知道我的快递到了没。我哪知道啊？开心点啊！我请你喝好喝的不行，让小柳同志下取快递，跟个大冤种似的。干啥呀？给你姑娘求东西就这么不情愿？那我去哪？哎呦，折腾我几趟？谁折腾？你就折腾你这一趟吧，就让你下去取一趟吧。之前你就取，是不是你自己的？这让你不仔细翻了呢。让他试试，好漂亮啊！这是你的好朋友送给你的，幼玲，开心吗？你好好穿，能穿到这个色儿吗？啊？你挑的色儿？哎，行，可以。哎呀，转过来看看，好漂亮。是不是跟你爸那红的一比？小李同志给我姑娘买那件红色的羽绒服，我姑娘天天嫌弃不穿。萌萌，你爹再给你买东西，你爹把羽字倒过来写。上回就倒过来，正好下回正好正过来了。你放心吧，我买啥都挑。记上姑娘。现在孩子老有自己的思想了，我给他买了好多裤他也不穿。不给你买就完事儿了，你整一套裤子干，整一套衣服干。我姑娘的裤子挺有个性。在家穿的怎么的？行，哎，穿里面穿个厚的可以。你这个兜哈，姑娘，你就穿两天，这老黑的小嘴儿，你看那样就出来了。确实，小姑娘穿的粉的、白的好看啊。你别说话，红的也好看。对，那个红的也特别的漂亮，就偶尔咱们也穿一穿吧，姑娘，别卡我眼睛。你等吧。你给我卡了眼睛，我哪给你卡巴了？你俩就赖以后让你妈给你买啊，听见了吗？那鞋啥都让你妈给你买。对呀，那不都是我那个挑的吗？我看的吗？在线感谢一下徐老师吧，徐老师看视频，喜欢吗？喜不喜欢？说出来。又点不好意思了，又不会说话了。晚上睡觉，睡觉穿着睡啊？你咋没关我？我演戏怎么的？咱没人给我买的。那你人缘不好。我人缘不好，对呀、啊。他在我的这儿的人缘已经没有了。你在你这有没有没啥用？你滚一边去！因为我爸根本没钱。你爸现在有钱了，工资妈妈都不要了。工资在我这还月月到付呢。你干啥了呀？我也不知道干啥了。你看，所以说嘛，大家总说男人手里得有钱，我不能看得那么紧。你们看到了吗？不给钱也是倒付，给钱也是倒付。你就这样的，你这咋整吧？我爸呢，就是怎么说呢？就是你要给他点钱啊，他就说他不知道上哪儿了。我知道他上哪儿了，就买东西，怎么来包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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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都给你花了，姑娘。花哪儿了？你说呀，花哪儿了？你说呀，鞋是上个月买的，是不是？衣服是上个月买的，是不是？求人办事儿不容易呀、啊，哎呀，还得给人买喝的，来吧，你快拉倒吧，我都没给我自己点。你要喝一个？你来干啥来了？有他的，跟他有什么关系？怎么跟他没有关系？他妈买的，这不是四个吗？嗯。对，四个，我姑娘喝俩。那给奶奶一个，这个、牛奶。这个可以给奶奶用吗？这个。没有你牛奶劲好，哎。你完了你。哎，把脚放下，把脚放下。他后边背都没打直，
我姑娘小时候学舞蹈的时候练这个嗷嗷哭，你咋练的呀？能教教我吗？那你咋这么练呢？你行吗？不行，不行。我以前在健身房的时候练过，我还问过教练我能不能练撑直了，他说悬，他说不一定了。让爸给 KO 了。有没有跟我一样的朋友，可爱吃这个里头的小料了？